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再来谈谈风水学的奥秘。你不相信风水，但是风水永远存在。你可以不相信风水，你时时在受着风水的庇荫保佑我们。所以我们有智慧的人，他不会去强调风水是迷信。所以这一次师父的风波那个联合报看这一些的很多人呢为反对而反对，尤其在宗教界，我发觉很好玩宗教界的朋友应该修行人呢度量要放大一点，反而宗教界呢比一般农民度量更小。哇，我就想到这些宗教界的朋友们怎么修的呢？你不懂你不要去批评嘛寒天饮冰冷暖自知你修你的法，我修的法你想办法用你的方法利益众生，我也用我所悟的中华文化道统五千年这个文化法宝呢利益大众，大家做续缘桥梁嘛所以一些宗教界的朋友一直要想猛打，没有用了你打也打不动，怎么打？风水本来就具足嘛，你怎么去打？你怎么逃避呢？逃到棺材里面还是要离不开风寒水，你怎么打？所以我花姐，我宗教界的朋友，你们要鼓励我，不要用这样方式来鼓励我。还好我也想通，不然真的我很伤心的，很伤心这个后来我还想着一些宗教界的朋友们你们借着这一年车厢刮一下车厢露个面也不错，反正大家有机会在媒体露面的机会，尽量给大家共同来露面，那有什么关系？但是说话要小心，不然以后你碰到互相碰到你有拍血戏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一再的交代，你不知道的事情就不要讲你知道了也不会讲，因为你知道了真理就在这里，所以你就不会讲，你不知道了你乱讲扰乱民心，那我们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啦所以风水的法则在世间确实历史以来创造了很多的奇迹历史以来这个风水宝地给国家社会给人类带来多少的安详，但是一些呢风水的错误无论你在王侯将相宦儒走卒众生一律平等像华国是不是那个什么宝后面有一条一条那个河这个宝的后面呢，有一次我们高速公路警察局的那个科长弟子呢他们去参观了这一个山嘛，一个山头上面盖了城堡这个从下面看山上这就孤鹰但是呢它后面这平地嘛后面开了一个河一个河河冲后脑
等于平面，好，平面呢，啊，这里，好，河水，好，那么路。这个堡城堡，他问了苏州会怎么样？上断头台，后面冲过来，这是前后，后面的水引过来到城堡里面来，这就会上断头台。哦，啊，我们这位陈科长的书啊，好像是哦，是路易十四盖的，路易十六上断头台啊，有没有？历史上有，那是哪个国家？法国是吧？哦，路易十四盖的嘛。啊，路易十六就上断头台了啦，是不是这样？是啊，就是风水问题，这好恐怖哦。对啊，风水管理是什么？王侯将相、宦奴走卒，都是地球上的尘埃。啊，所以我们的住家。你后面有路冲来的时候，面会呜呜哀哀哉，不是正冲来，啊，不是横财来耶，横祸来耶。这一点呢，大家必须要很小心。啊，像这个路冲过来，啊，我们一位啊老朋友。当时我到他家里去，这个将近有60米，好长哦。我哎，啊，陈先生啊，进赏啊，你这会伤人命哎，他会伤人命，因为路一半，路房子刚好冲上门，一只大刀子，一个刀子往里面冲，那会伤丁哎，会死人哎。自己要小心呢，自相残杀，都给它差了呢。啊，讲了差不多过了半年左右，啊，他的老婆呢，好、啊，他车子呢，因为车子也进来了嘛，车子在这里，开了一个大门要出去，这么出去也是避刀，也是刀也是进来。刚好他是孙子呢，好可爱的女孙子，在这里跟阿嬷再见，阿嬷再见，阿嬷呢？啊，那时候汽车不是用自动变速了，他要前进呢，结果打到退后，脚一踩，当这个孙子压成肉饼，把孙子压成肉饼，你看，好伤心哦。好伤心，后来才再来找我，我说没有办法死了嘛。哦，自从那时候以来，家里什么都不顺，事业不是什么都不顺，连工厂也不是什么都不顺，不知道怎么搞的呢。月经是大学，大学在月经，为什么？你怎么这样呢？好，我不是告诉你前面那个刀子吗？啊，我没有想到这么严重。我告诉你都是严重的问题，不是不严重了，不严重我讲造口业，严重我就会讲，会讲你们就要小心。所以这个刀子避刀，你怎么解？我车子不要进来了啦。他告诉我老师啊，车子外面被偷。我这部车多少，值不到50000块，一个孙子的命，多少钱？无价之宝。而你的事业，车都不顺下来，车子在外面不会被偷，你放心好了。你来水温的时候，啊，拍温的都被偷，那只有什么办法？改玄关呐、啊，改玄关，你从这边。拆掉，都拆掉，空空的就要进来，你出来就碰到墙，
出来就看到墙这里就好。好，这边呢，你才能出去，这边就不是门了。你这而且你开这个改玄关呢，墙砌起来，啊，那你在这里呢，啊，你可以挡住这个煞气，你这样就平安了。我再画一个比较清楚给你看，啊，就这样，墙砌起来，啊，这边砌围墙。来，好，你里面呢？啊，房子门这样进来，好，你就是从这边进来，那有煞气一挡，就挡掉了，就没有问题了。改了到现在将近有20年了，也都没有事，还蛮平安的。凡是我们建筑师朋友们，你看到前面有路冲，不得不躲的时候，你可以改玄关，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还可以平安呢、啊，懂吗？啊，以后你们看到这个路冲了，只有改玄关一个方向而已，没有第二项。不要了，再来就是用悬空哀星。我们等到教悬空哀星的时候，你们啊就会知道，我会教你们悬空哀星。借力使力，借力使力，再凶狠的恶煞，啊，这煞气的，你如果调对了，能够望山望向，而且借着那个力的，能够相胜的说，哎呀，那个不得了，借力使力，我们的法门就是这样，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啊，人转不了，你要动头脑去转呐、啊，不然你怎么办？在那边把手跟口口，在那边哀哀叫，也不行。好，那我们再来哈。进门时不可设计楼梯直冲大门，主破财连连。进门啊，我们一些设计师们有时候真的想起来我们在外面讲，我们不讲又不行，讲了就说我们不懂了设计的法则。哦，还好呢，我有学设计的，不然一些设计师们你也讲也讲不过他。哦，那所以我常常会扛起一个我的这个原来做测量公司，好、啊、的这个经验，啊，好汉不谈当年勇，但是有时候不是谈当年勇，啊，告诉这一些朋友们，你们不要只是说我是设计师，我是装潢师，我是建筑师，啊，什么师？我告诉各位，啊，所有朋友。啊，你朋友们，你们的错误设计呢？啊，除了损自己德以外呢，造成社会的很多不安呢，这是国家的资源在浪费。好，啊，有两个例子，啊，比喻两家。第一家呢，他的门从这边进去。好，他的楼梯呢，则从这里进来。上，这边就下。门一进来，见到楼梯，拜财守不住。啊，另外有一家。门进去了，这样啊，这个也是
心脏病啊，坐西向东损少女，这两个例子。因为这个呢，他本身也是经营一个木器厂，赚了不少钱。好，在台中呢，北屯啊，他盖了一栋很大的房子。光这个梯子呢，用木头做了，花了当时100多万。哦，气的这么，去摸一下，你看老师，嚯、哦，这个是上等的材质，我在这里摸很舒服哎，这摸很舒服。我的假发学员，看到摸个味道，面唔过，看到没错啊？你掰啊，你会掰的，掰个头头，你知不？公没那个哪哎，干嘛呢？我请他来阿看的呢，这龙呢，龙梯呢，龙梯呢，这边就龙梯嘛，龙凹回来的。会发财的，我破财败财啦！问我为什么？因为门一出去溜了，糟了，跑路的楼梯呀、啊，他就不相信。你看啊，马进来，马进来，别了，这做靠后躲掉个多啊啦啥啦，躲掉是应该，你做道德的事情是应该，但是风水你要去遵守的。没有多久，又跑到。我在台中嘛，又跑去找我，我干什么？老师啊，有影嘞，我这个刚过了一条足大条诶，我跟你讲，你唔相信。玉京市大学，大学在。我跟你化缘都化缘无钱。把你化缘，个人化缘要印几挂和风水书拢跟他结缘。我早期印那个风水学的，啊，阳宅风水学，啊，要印的没有钱，把你化缘你都无，你都有钱了就要掉，唔爱插你，你无自卑，不慈悲。哇哟，我哪有这个来啦？我怎么无好？你个找我方法要解无好？啊啦，后来呢，搞得到过了，买啦买啦。哦，修道人嘛，不能不见死不救嘛。我说我是救不了啊。那好了好了，不然你们这么来，做个玄关，玄关做一个屏风挡住。啊，屏风挡住呢，好、哦，你要用做实木的，直接挡住，进来你就不要看到。他呢，啊，就去不是找了一个。样傻傻孔雀开屏那个，孔雀开屏那个树根呢、啊，树藤呢很大，一进门来就乱心，放进去，夫妻吵架，孩子吵架，媳妇吵架，离婚，没有三个月鸡犬不宁。我哎、欸，你什么东西？你没做哦？他有啊，我有放一个大屏风啊，为什么鸡犬不宁？哦，我放的那个是孔雀开屏。有没有我们那个树头、哦、像孔雀的啦，啊，像的那一个是就像这个，就孔雀开屏，那个是乱心啊，眼睛那个就是一个火啊，是一个火星啊，好、啊，不是孔雀开屏啊，好来嘞，好问了怎么办？改嘛，那改掉嘛。哦，他那一个很多钱的，我又没有叫你烧掉，拿到工厂去放在一边了，不要送给人。好，后来改了，稳定下来了，稳定下来了，再来过了。老师啊，你的风水好厉害哦，什么好厉害？哦，你这样一讲，我就换了一下，很便宜，那时候没有钱哦，最便宜的一换就好了，所以破解一切煞气。我们设计师们不要帮人设计，一下楼梯就见到门，这让人败财。若是有这个现象呢，你赶快好去建立他们做屏风挡住，不要外流。另外有一个就是这样，
门进来一个大楼梯，很漂亮哦，这个石头是黑芝黑珍珠的梯，那上来，我家你在开百货公司吗？因为不是的，你这会商店哎，坐西向东，这边西，西是少女哎。好啊啊啊，那个啊的气，而且是属于对口，口是对卦，口。口是对为走，对卦，好为金，好为少女，所以你会伤少女耶。你这个不要这样了，就这样哈、哦。而且呢，直接呢，门一出来往外冲，那个是叫穿长煞，你知道少你的女儿少女会莫名其妙的啊死翘翘哎，你说干嘛呢？不要啦，然后设计师嘛，我很好，设计师说这样很好哎，结果搬进去住了啦，住了还不到半年啊，他的女儿呢，少女啊，啊女儿呢，急性肠炎死翘翘，而且是穿肠煞。哎呀，全家陷入苦境，问了怎么办？拆掉嘛，怎么办？哦哟哦，这只什么黑珍珠石头，你们这些都有问题耶，都有问题。人命不要紧，那个石头去巴结石头干什么？石头又没有办法帮你忙，你巴结这些石头干什么？能让你全家有希望的女儿，就死翘翘，接下来就换中女。啊，第二个女儿，啊，接下来就换大儿女哦。挑了第二个女儿会在那里啊，哇，那时候就赶快打掉，怎么打？拆掉，好，然后呢，从这边这边上来就好了。哦，这个拆掉，改楼梯上来，改到现在来呢。也差不多也10年左右了嘛，好也没有事。所以各位我们的住家风水，有其形必有其灵，我们在家中它的运行，它的气的运行和眼睛无形中的感应，让我们呢有时候不得不去留意。啊，曾经有一家百货公司，百货公司呢，它楼梯直接往外卸，这个下一节呢，我再跟各位讲解。啊，所以建筑师的功德可以做很多功德，但是忽略了可以损掉自己很多的阴德。阿弥陀佛。